在中国我什么都喜欢吃，那吃的在那里太好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什么都喜欢吃，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拌菠菜，还有火锅，哇！还有烤肉，烤肉和拌菠菜。还，但是，我那吃的在那特别特别，辣。不知道怎么说，有一点辣，但是我不能吃辣的。我看我妈的朋友，他们可能吃辣的，但是我不是那么样的。慢慢的，Emma，我相信你会学会吃辣的。不过，hot pot 火锅 is so popular. You know what? In London is popular. In Britain is elsewhere is popular. I mean, in China is extremely extremely popular. 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吃，但是不能多吃哟。你是运动员啊。我火锅的时候，我最爱吃的是那个白菜。我妈在家里，我天天让她给我做白菜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吃很多的。那么，还有那个火锅调料，哪里在伦敦你找不到，但是在那里你哪都能找到。Absolutely. Perhaps you should try Chinatown in London. 这在伦敦的中国城，也许你能够找到。